贼东北，贼靠谱，贼实在。欢迎收看东北最接地气的相亲交友节目《全程热烈》。如果电视机前的你是单身的话，就赶快到长春来找我吧。欢迎现场十六位小伙，欢迎大家，欢迎欢迎。好。我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四个姑娘的特点都是什么。有一个找对象就想找胖点的小伙，有一个坚决不找胖的，还有一个就是来自辽宁海城的侯大胆。还有一位就是在自己的穿着打扮上花钱相当大胆。那首先有请的这位呢，肯定是我了，我想想就是了。这位姑娘找对象坚决不找胖的，而且呢她的性格还有一些小强势。来，掌声有请姑娘出场。就是有那种御姐范儿哈，哎。大家好，我叫王海娇，今年29岁，来自吉林白城。我的爱情宣言是：娇姐办事儿齐了咔嚓，浪漫的小伙，我想依靠他。好，你好，海娇。能看出这姑娘骑了咔嚓不啊，走路都带风啊。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姑娘的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我叫王海娇，今年29岁，老家是吉林洮南的，父母都是朴实的农民。我现在在白城的工作是一名房地产销售。干我们这行的，说话办事就得骑了咔嚓的。就像当时我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看了一次我就交钱了。我家这房子大概70多平吧，这边是我家厨房，看看干净不？啥都没有，因为我平时连饭都不做。然后我就是想去哪儿旅游，说走就走，买车票就走。我平时挺强势的，处对象也是要占据主导地位，我必须得说了算。我让你干啥，你能不能商量去？磨磨唧唧的，快点的。跟我处对象，你也别指望我叫你什么老公、亲爱的啥的，恶心巴拉的，我张不开嘴。以后别那么叫，知道吗？听着就恶心。我觉得叫哎就挺好，或者直接叫大名也行。来，四号谢帅。哎，你好，美女。你好。你这骑了咔嚓性格，一直都这样吗？就是这些。对呀，天生就这样。我有一种感觉，感觉你是个爷们儿，我们是16个女孩，你来娶媳妇的不是找老公的，我感觉。你咋有这种感觉呢？他太强势了，他上台这个气场就给我打了。他上来之后压根儿没往我们左边方向1至8号这边看啊，人直接就往那边去了啊。我这一看，我们这边其实这个个头也挺符合标准的呀。啊，除了2号徐帅，我们都符合。我在这瞅了一圈，那瞧不谁呢？上去。呜呜喧喧的，灭他！不长得小眼巴叉，得劲，我还个叭叭叭叭的。这还有那个，就是这个称呼问题，叫妹妹行吗？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可以叫姐姐。为啥叫姐？你有姐弟恋倾向啊？我没有姐弟恋，但是我不喜欢别人管我叫妹妹，我感觉把我叫的显得我特别小，我也不是那种小女人那种，所以说我不喜欢。那咱俩就是领证了，婚礼仪式全都办完了，亲戚朋友酒也敬完了，烟也点了，你还管我叫谢帅呀？叫老公啊。哎，上边的渣男，不要脸，真不要脸，给你套一个渣男的渣男，多能赚便渣男，我跟你说。11号佟老板，女嘉宾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叫老公啥的，外头显得黏串啥的，让人感觉哎，这俩人特别低俗，像没处过对象似的那种感觉。
你会叫老公吗？不会，那你叫啥？叫哥哥。啊，哥哥。但是我以前管我的前女友叫什么老秃头，你能接受不？接受不了，揍死你！是你给起的外号吗，佟老板？对，是我给起的外号。叫什么？老秃头。那他要是跟你处对象，你给他起啥外号啊？大脸妹呗。我脸大吗？反正脸不大，但我感觉你出来的时候气场够用，仙气飘飘啊。我瞅他挺飘，一会儿交接整你，我呼死你，我呼死你。不是，我想问一下，我还行啊，我觉得出来的时候。你看，这就是什么？就是你生活当中，你觉得在做你自己，你觉得我挺好啊，都挺正常。但是你一定要听一下异性的观点啊。接下来再看第二个短片，接着了解一下。因为各有一个独立，我之后处的对象都在我这找不到存在感。下班来接我，我就说我自己能回去。陪我逛街，我说我自己逛就行。慢慢的，他觉得我不需要他，就离开了我。我找对象呢，不挑年龄，不挑条件，但是我挑身材，因为我自己吧，每天都在健身。我不喜欢太胖的男生，就像台上的15号和16号，你俩瘦到130斤再跟我说话。然后我喜欢那种大眼睛、双眼皮的，像台上我看有好几个小眼巴唧的，我对你们真是不来电的。黄老板呐，我们的灯都快整坏了。我真的我心态再次我崩了。别整那小眼巴唧的，瞅你就不来电。其实你瞅我来不来电，我瞅你其实他也不咋来电。你眼睛太小了，你就别说话了。我也根本不想瞅你，所以说 你就别吱声，浪费时间。我留意到了啊，短片里你说到小眼巴唧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引起那边的不满，叭叭叭叭不停的念。这小眼巴唧的怎么的呢？其实小眼巴唧也没罪呀，就是不喜欢。也不是说特指佟老板，对，我不是特意指他的，但他这气氛劲儿，哎呀妈，那我还不乐意了呢，还说我脸大呢。我说的脸大咋的？脸大有福，你懂啥呀？眼睛小聚光。行，这眼睛小也没有毛病，是不是？就只不过人家不喜欢。你看一说眼睛小的问题，五号金宝还举手了，是不是？也是因为眼睛小啊？不是，我这眼睛小。说他俩行，他俩那眼睛都快没了，我这好歹还有点呢。再说我这眼睛跟我这张脸长得多均匀呢。你说他俩是佟老板和谁？是1号跟4号啊。把你哥也整去了。我有啥关系？那是11号跟12号的事儿。那你自己哥你还黑呢？就是眼睛小这个事儿，你必须一棒打死还怎么的？能给点余地？特别小的接受不了。那我是嘎嘎小还是特别小？因为我是你喜欢那种霸气。但是我不喜欢长得黑的呀。衣服显的呀。就说心里话啊，你现在给我打的是死死的。我是你特别想找的那个牵手男嘉宾。我是性格特别霸道。霸气大男子主义，我不喜欢大男子主义。完了，我短片中你给我也拍上了你。啊，对，为啥？我喜欢吧，我就是比较听话的，也不是说完全听话吧，但是我不喜欢被人家左右。水做的女人啊，大多数的小伙子都很喜欢，可是水泥做的，即使喜欢，他也切不进那个缝。如果要是水泥做的女人的话，你想想，一个男人即使喜欢你，他怎么能够走进你的内心，走进你的身边呢？明白了。所以呢，要想找寻幸福，还是要多有一些空间啊，还是要在情感上有一点温柔啊，有一点撒娇啊，让男人能够感受到你的与众不同的地方。明白了，燕子。对，掌声送给海江，加油。加油！接下来我们要有请的这位姑娘呢，她是一个特别喜欢胖胖的小伙子的姑娘，啊！而且她说自己是集美貌、才华、贤惠于一身的小胖。来，掌声有请。就是我的方便
欣，今年22岁，来自吉林市。我的爱情宣言是：爱美不会浪，做饭嘎嘎香，找个胖小伙当对象。好，嘉欣姐，你好，嘉欣。来这边，缘分天使。就是飞扬的感觉。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不唱歌还好，唱歌那牙全露出来了。对曹婷的印象怎么样？我觉得他是一个阳光的大男孩吧。然后，而且我觉得，反正就是挺欣赏的。对，主要是他跟曹婷有夫妻相。嗯，可能是因为长得像。他俩就是平常，我感觉他俩性格啥都挺像的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董嘉欣，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我是爱美的小胖子，运动性感小可爱，不同的风格我都爱。我特别爱美，3-5天就会买一次衣服。看直播的时候就总忍不住想买点什么。我是一个喜欢仪式感的小胖子，家里装扮的粉嫩嫩的，鲜花也要总去买。我觉得生活是应该有仪式感，像9号那样，在生活中仪式感一定很重。11号嘛，童老板连口红都弄不明白，更别提仪式感了。我是贤惠的小胖子，做饭杠杠的，家务活也不在话下。如果咱俩在一起了，所有的家务活我可以全都包了。我喜欢会唱歌的男生，因为会唱歌的男生很有吸引力。我希望我以后的男朋友也要唱歌好听。你好，唐老板。你好，美女。你好，燕姐。我发现我搁这舞台混臭了，有点儿。咋的呢？我先来一个短片，就是李佳彤怎么怎么样，佟老板怎么怎么样，挑这挑那，挑这挑那，我感觉完了，我心态崩了。你不能期期崩啊！你这他是不是好几期都崩了？是不是？再说是啥呢？他说我没有仪式感，其实我挺有仪式感的，真的。我比方我以前的女朋友啊，她一整过什么节日。我总是送他包啥的，那不也挺好吗？你都送啥包啊？那200来块钱的假库奇啥的。行了，够大方了。那家伙送人口红送2块的，这后边加俩零呢还。节约吗？他可能直男吧，不一定说节约。他觉得那玩意儿没用。对，我感觉有一个直男。我买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是假，因为我不认识什么各个品牌，我感觉哎呀那包啊，格挺好看的。我买了多钱？他说200多，我说能不能便宜点？他要240，后来200块钱买的。你就上那黑水路买，他能买着真的吗？我没有啊，我戴俺们靖宇商贸啊。商贸的口红都2块钱帽子，包也不太好的，我跟你说。啊，然后呢？完，我送给他挺开心的。完，没2天俺俩就黄了，咱也不知道啥原因。完了，我心态崩了。你是在短片里评价佟老板什么？你觉得他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嗯，我老是喜欢这种，你老是喜欢、眼睛小像孙红雷似的啊。但是我不行，我觉得我现在都看不着他眼睛，真的。完了，我心态崩了。嘉欣，你可以给佟老板点建议吗？对，怎么能引起姑娘们的注意？我觉得他拯救不了了。完了，我心态崩了，崩崩崩崩崩崩了。没事儿，你就做你自己，一定是有喜欢你的。但是真的挺可爱的，啊、真的就是调皮。嗯、来，15号曹婷。你好，美女。你说喜欢胖胖的啊？我可能就属于胖胖的，但是你喜欢这个唱歌的，我给你唱一首呗。行呀。好，哎呀，曹婷一出手啊，相当有魅力了。给你唱一首这个《鬼迷心窍》。来来，掌声有请啊！这个只要你真实的做自己，肯定会有欣赏你的姑娘。对对。妈，他俩挺配呀、哎，成配了！你看他俩个头、体型，哎呦我，长得，他俩成有夫妻相了啊！要不然前2天曹婷还都有点那什么了，都有点闹心吧唧的了，对对对，因为啥？最近也有点闹心，因为受这个大环境的影响嘛。然后这个我是做夜店演出的啊，然后就是没有活，一直待着啊，已经3-4个月了，基本上就是天天待着，而且
朋友圈发一些这个负能量的东西，我也知道是负能量，但是我最近就是挺难过的，对，挺难过的、啊、而且对象嘛，就是疫情期间还胖了十多斤嘛，更上火了，一上台嘛，这姑娘说我这个发型也没剪好啊，完再胖了，就是闹心，天天老闹心了。你看这一心情不好了，觉得哪都不顺心。今天这缘分天使来了，一下子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激动了，激动了啊，激动了啊！你不来我都凉了都。咱把这首歌用心的唱一下，再感受一下，感受一下这个那个谁那个曹婷现在这种心境是什么样的，好不好？来来，掌声欢迎啊！没感觉镜头来回切，他俩特别像、啊、他俩成有夫妻相啊。嘉欣觉得刚才这一瞬间的这个感觉啊、嗯、我感觉好不现实啊，是真的吗？怎么就不现实了呢？对对对，就是感觉之前都是在电视上看到他，然后觉得现在近距离接触了，我觉得他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哦，在一起，在一起，肯定能行！我哎呀，盼到了希望。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嘉欣的第二个短片。我觉得佟老板有着明星相，他跟我老是喜欢的孙红雷的眼睛一样小，睁着眼睛、闭着眼睛没什么区别。但是我姥姥见到他一定贼喜欢他。但是我觉得他的体格子有点小，没有劲儿，怎么保护了我呀？我是以结婚为目的来找对象的，所以你有没有车不重要，首先得有个房子，因为那是个家。你长得不用太帅，因为我惦记别人也得惦记。你好董老板。你好美女，你说我别的可以，但是你要说我没有劲儿，那绝对不行。听没听说过往期的女嘉宾说过我，别看家童瘦，一身嘎子肉，我想 PK 一下子你男神，曹婷吗？我想跟你俩掰下腕子，我有点不服你。咋的？哎呦我的妈！哎呀，我有点不服、我这不得让他俩手啊，这不得让。这曹婷要掰不过他，可完了。啊，肯定能掰过。你这小体格跟我掰腕子，我都怕你给你掰折了。说心里话，他要跟你的男神掰腕子，能掰吗？掰吧，但是你轻点啊，轻点下手。你让谁轻点下手啊？啊，我让佟老板。别疼了，哎呀，糊涂过去了，哎呀。所有的朋友们见证一下，这偏心还能偏到啥程度？佟老板、啊，王哥在这儿支撑着你呢，你确认没问题啊？没问题，我肯定有轻点下手啊。我要是佟老板，我不下去，你赢了。可以，来来来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十一号佟老板、十五号曹婷，有请两位。加油！加油！加油！上来了哥，佟老板加油！好，加油！加油！好！有的瘦的老有劲儿了，是，但是曹婷那不是说虚胖啊，他不是虚胖，人家也确实挺壮。他能不能把这凳子坐坏了？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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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别空马飞曹老板曹平曹老板刺激，这曹婷牵手了，以后你的瓜子都由我来。哇！我都太感动了，大家伙也别着急，咱一会儿接着看。咋的了？不十八天啊？那玩赖咋的？他一直在把那个左甲。不是，那后来你家曹婷也把着了。那是后来，刚开始不没把吗？我赢了都是输了。对，这就是身后有女人，向着就是不一样、啊。他俩肯定相中了，你看多有福气。肯定成。刚才谁赢了？大家说。曹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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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的，直接那股子掐了，直接就赢了，这局。曹婷，曹婷，祝你俩幸福啊！你搁这待着不用回来。我们看到是场上十五号曹婷的灯亮着的。曹婷好像最近这一段时间在节目当中的状态，没有之前在节目当中那么激情四射的这种状态，你自己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啊，有感觉。啊、嗯。工作的影响，因为毕竟得赚钱得生活嘛，心态没有以前好了，就可能是崩了吧，应该是，心态没有以前好了，因为每一年这个时候都是旺季，就是俺们也分淡旺季，基本上就没有空场的时候。哦。但是今年这一下基本上空小半年了都，你要说干一些别的活，可能也笨，也不会干一些别的活。嘉欣是关注曹婷关注多久了？啊，从他上台的第一期。从第一期。对。他是正选季。就是他的那个，他在那个位置的时候。对，十六个女嘉宾站在这儿的时候，对对是吗、嗯？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样的？第一，孝顺，就是特别的孝顺。然后其次，第二是他唱歌真的是太有魅力了。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刚才就是在他旁边站的时候，我就一直就感觉特别有安全感，真的就是想特别踏实吧。但是我就是想知道那个曾经。
那接下来有请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三位姑娘。我女儿是你吧？她吧？她应该是她。我觉得我那个应该不至于，我觉得肯定是你。你哪个呀？就是她。这位呢，就是在自己的穿着上花钱很大胆，同时呢，对男生的穿着打扮也非常注重的这样的一位姑娘。来，掌声有请姑娘出场。就是我的芳名，就是你的李文博，大家就叫我大文文就可以了。我今年27岁，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我的爱情宣言是：我能挣，我能花，找个衣品好的小伙领回家。好，你这身衣服是特地买的吗？对对，特地为了这个节目。在哪买的呀？在卓展。在卓展买的，花多少钱啊？4900吧。哎呀，花了5000块钱买了这身衣服，就为了参加这个节目，对对对对，是吗？对。四号谢帅啊，你好美女。本身我这个人是特别大男子主义的啊，你别紧张，我看你有点紧张。但是我看见你之后，你这个穿着打扮，老弟啊，别看缘分天使给你了，这是你大嫂，准备好了。哎，我老王，我印象当中四号谢帅是原来要是女孩穿超短裙儿，对，那都不行，都得喝回去。你冲宽给我回去换上去。现在这怎么着，这可以了？这不是短裙吗？我也没要求说上边不行啊。你看吧，男人果然都是大猪蹄子。哎呀，真双标啊！我还金板得到缘分天使了，说说心情。我瞅他大眼睛啥的，我还心、哎呀，这真好，这大眼睛正配我这小眼睛。我看你不是跟我抛了个媚眼吗？当时我不抛媚眼，你能给我吗？你咋抛的？你再抛一遍我看看。他好可爱呀、啊！喜欢这种类型的是吗？我感觉他挺好的，演员不错。嗯、对啊，好，大文啊，今天这么隆重的出场，对今天参加全程练是非常重视。咱们一起来看看大文的表演。很多人对我的评价呢，都是外表高冷，内心火热，人送外号大文文。我叫李文博，今年27岁，从事服装类电商行业2年，目前拥有35万粉丝，老家是梅河口，现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已经在长春买车买房了。从上大学开始呢，我就一直有做兼职工作，是一些销售类工作和车展礼仪方面的工作。在大二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存了2万块钱，拿出了其中1万给我妈买了一部手机。包括毕业之后呢，我自己开了淘宝店，也是和服装行业类相关的工作。现在所做的电商行业也是服饰类的，所以说我还是喜欢我男朋友的衣品比较好一些。我觉得9号和10号的衣品就很好，像11号童老板的搭配紧身裤、豆豆鞋，一言不合摇花手，我真是整不了。一个名词送给你，精神小伙，精神小伙，精神小伙。我一个月开销2到3万，我会定期做美容，让我的精神得到放松。一周呢，我会给自己安排2次巴黎形体课，同时我还喜欢品尝各种各样的美食。我觉得旅游也属于一种精神消费，以后我想找的男朋友最好也要喜欢旅游，我们可以一起定一个小目标，手牵手走遍我们想去的每个角落。好，来11号童老板。你好老乡，那咱俩那老乡离多近呢？我是梅河口的啊，我姓宇嘛，1个小时的路程啊。那台那、哎、呦，那这台上我以为这得多近呢，1个小时的。我在这套近乎的、啊、主要是啥呢，男人的穿着得看女人怎么打扮，那么你我都是人，你可以你也可以打扮成你喜欢的样子。
那你觉得十一号佟老板的着装怎么样？十一号着装现在好多了，我记得刚上台的时候，那个小紧身裤穿的，小豆豆鞋穿的，一看就是小老板，没毛病。但是如果你想往大老板发展，你多少你得改变改变。你可以向你身边的这个两位学习。我不用，我不用向他俩学习，他学不出来，他就倒到破车的，他就是，他学不出来那种大老板的气质。他现在这个长相和他身穿着打扮，他就是倒到破车的气质。他不也倒腾车的吗？说人家，我听他们说啊，四号说的给还房贷，是不是？有这事儿吗？对，有这事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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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换机会。哎呀，谢帅，你这还房贷这事儿都出名了，出名了。七七姑娘来问你，快说说。那啥，我也买个房子。你不是上期那个女嘉宾40万一个月之内一口气还完是吧？对，有这事儿吧？有这事儿。我也不多，100来万。好。我敢承诺还清40万，100万给我3个月时间。来的，哎呀妈呀，眼瞅着这贷款额度蹭蹭往上涨啊，兄弟俩这是较上劲了。他是疯狗，逮谁咬谁。有一种强烈的热流感觉到他已经是我进大房了。后边俩这女孩是骑摩托车表白许帅，哎，俩人都哭了。别着急啊，咱一会儿接着看。我敢承诺还清40万，100万给我3个月时间。好来的，我感觉就是接受不了这种就能说大话。你真实事没摆在你身上，你直接说出来，口说无凭。说大话谁不会？你就不是那个，你说我缘分天使给你小弟了，你上来帮我还房贷，这那那这的。就是跟我了，做大哥的也能给你还房贷，就这么豪豪。好。行啊，硬气。那我养我媳妇儿，我还养你媳妇儿。他就是把大难临头，他把这100万还完了，他连自行车都倒腾不起了，他还赶不上我了都，真的了。所以我整明白了，就是谢帅啊，我看你从40万的档上已经还到100万了，你的贷款已经越来越多了。你知道为啥敢说这句话吗？就是100万 啊我四月发，因为他能冷静下来，因为本身人这条件在这放着，用我还啥贷款呢？没准我贷款机会都得他帮我还，我是这么想的，有底儿了。看见小汽车了，刚才那个车我保守估值，要是新车的话得70万左右，对不对？还行，看你还是带点专业。我不是专业，我是懂你，我是懂你。哎呀，上来。好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是吗？他估价准吗？当时他新出的时候，我提的是68万多。你是那个全款？全款。来看一下第二个朋友，看过之后接着聊。我更喜欢东北男人那种豪爽霸气，并且带有一丝温柔，有一点大男子主义，能够保护我、驾驭我的感觉。我的家庭观念特别重，我爸爸是初中的数学老师，妈妈是事业单位退休的，家里的氛围特别好，他们两个都很开明，感情也很好。所以我想找一个家庭上门当户对的男孩，父母不能是离异的，不是纯农村的，我不想以后结婚因为生活观念不同产生矛盾。五号金宝，我感觉你就是上来就是奔我们这种狼狗帮来的啊，这种就是性格比较就是能压住女人的那种，有点大男子主义啊。然后你不是小狼狗吗？你强势吗？狼狗，虽说他们都管我叫金毛，但是金毛有咬人的那一面啊，可温柔可霸道。我们狼狗帮的成员和会长都给你简单的介绍那么一介绍。二号徐帅是我们狼狗帮的帮主，他是纯纯的一条疯狗，动不动就让你憋回去，动不动让你憋回去。不是，我是一条纯纯的狼狗。为什么这么说呢？我是时温柔时冷时热时疼人的一条啊。我有个问题，燕子，你说为啥现在这当狗都抢着当？我也不知道为啥，因为这个好像他们还挺享受。老王，这个好像是我当时你做代班主持人的时候，他们狼狗帮成立的。就是现在肉少，所以竞争大，
甭管是什么狗，只要是加入这个帮派，它就有一定竞争力。我觉得今天你来比较受小伙子们的优待，是人别的姑娘出场，他们这个狼狗帮也没争抢成这样。对对对，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今天都失控了啊，完全失控了。谢谢你们啊啊！金宝，你对于你哥的这种反应，你不想说点什么吗？我不想说，我就看他最后能不能牵走。他就是一条疯狗。就是一条疯狗，它是疯狗，逮谁咬谁。现在我已经感觉到了，有一种强烈的热流，感觉到它已经是我媳妇了，是你大嫂子了。现在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谢帅，你喜欢它什么？除了漂亮，这我们都看到的啊，大个漂亮白，确实打人。除了这个，你还喜欢它吗？喜欢它什么？我喜欢它这个劲儿。什么劲儿？就是事业心、孝顺心，再加上它的外貌。你就直接说人白富美得了，长得没用呢。呀，弟弟咋灭灯了呢？金宝，你干不过弟哥了？不是，我之前我不就说了吗？我说我哥要真喜欢，我就让给他，对吧？我得尊老爱幼，就是在我跟他哥之间，他选择他哥。啊，现在场上只有四号谢帅的灯是亮着的。我已经感觉到这个气息了，他今天我指定跟他走了。啊，好，真是飘飘了。掌声有请四号谢帅，有请。全程热烈。那大文文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吧。我想问一下四号男嘉宾，就是说如果咱们有一天真到领证的时候，你会选择一个很浪漫的求婚仪式，还是说就是很朴实的咱俩就去领个证就完事了？如果说你想用一个非常浪漫的方式，有一个具体的想法吗？如果咱们两个能牵手成功的话啊，以后到真到结婚那一步，在定日子的之前，我会做出一个打算，开车带你去自驾游6个月，我一定会满足你所有想去的地方，会给你任何你想不到的惊喜，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一定会做到。好。他不是大文喜欢类型，我感觉。但是他浪漫啊。他浪漫是挺浪漫的，100来台车，这都出名了。我感觉这玩意儿，他能对别人那样，他也只能对你这样。浪漫这种东西，谁都会，就看想不想。那接下来大文文要做出你的选择了。后边哪是女孩骑摩托车奔徐帅而来？我就是奔你来的。我想问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你愿意跟我一起走吗？大点声。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姑娘霸气的表白把徐帅都感动哭了。广告很短啊，咱马上回来。那接下来大文文要做出你的选择了，5秒钟倒数计时之后，我们一起来看结果，一起来，5、4、3、2、1。不好意思啊。怎么了呢大文文？对呀、啊、是谢帅说的这种浪漫方式你觉得不够务实，还是没有问到你想要的？就是感觉还是差点，我还是偏向于他弟那种，把他俩换一下子，头换一下子。头怎么个头换一下子啊？就是性格型。就是那你就信我，你就跟我牵手回家，不天天见面吗？我能感觉到大文文跟谢帅交流的时候，他是很喜欢谢帅身上的这种小爷们的感觉的。对。然后呢，金宝的可能外在的形象啊、眼缘啊，可能又觉得很对心思，是吧？对对对对对。谢帅长得也行，就是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啊，明白。好，谢谢谢帅，谢谢谢谢谢谢。接下来出场的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姑娘，这位姑娘来自辽宁海城，人送外号侯大胆儿，来，掌声有请。好。
好，我叫侯婷，我今年21岁，我来自辽宁海城。我的爱情宣言是：侯大胆儿不墨迹，生活必须有刺激。好，我想问一下，你知道我为什么灭你吗？我就想问问你，台上咱们所有人都1米多高，你2米多高吗？我们这边其实这个个头也挺符合标准的呀。嗯，除了2号徐帅，我们都符合。我在这瞅了一圈。行了，我谁会不灭了？你就灭了，我就灭你，小样呢？好，他可能伸张正义。你那是扎谁心呢？你不也1米多高吗？我多少？我比他高8厘米，懂8厘米？哎，8厘米咋了？能当饭吃吗？能当钱花？不能当饭吃，空气。哦哦哦！哎呀，我看这姑娘是来打包物品来了，是不是这意思呀？啊，来2号徐帅，缘分天使。就是他眼光很好，徐帅就是比谢帅强。对。哎，颜值就是比谢帅高。啊，对。狼狗棒，你都说不明白，从狼狗棒分裂了。随便一个姑娘的出现，任何一个帮派迅速瓦解，对、啊、都是塑料情感，是吧？我看出来了。好，那接下来侯大胆啊，来看一下侯大胆第一个等会了解一下。白将可留姓名？海城侯大胆。大家好，我叫侯婷，今年21岁，老家在辽宁海城，目前刚刚大学毕业，即将走上高铁乘务员的岗位。我的内心非常狂躁，喜欢刺激，我最喜欢就是摩托车。当我骑上摩托车时，哎呀，那感觉，哎呀，贼爽，嗷嗷爽，你都不知道。稍微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我为了骑摩托车从来都不穿裙子，我觉得那玩意儿嘛不方便，耽误我骑车。我在寻找刺激的道路上永无止境。我不只喜欢摩托车，像公园里那些刺激项目我都嗷嗷喜欢。什么大摆锤呀、过山车呀、海盗船呐，我跟你说这玩意儿我都玩无感了，就跟没事一样，就感觉贼解压。就因为我喜欢这些刺激的项目，我的朋友们给我起了一个响亮的外号，叫做侯大胆。我侯大胆处对象了，人家可就是你的小可爱了。哎呀，别看了，我想要一个口红，人家都有嘛，给孩子买一个嘛。对待对象，我温柔的像只小猫，喜欢黏着你，喜欢跟你撒娇。来，16号小胖。我其实我挺喜欢女嘉宾这性格的、哦、而且我特别喜欢刺激嘛，你别看我这个体格子哈，就这一对一块的我也挺喜欢的，就比如说像我就之前苗条的时候那过山车啥的，我一坐我能坐5-6遍啊、嗯、我就是坐走个鬼屋啥的，我能在那鬼屋跟那个扮演的鬼的人唠嗑。那小子是19，然后我就天天我说挺不容易，一天都130，我说一天挺不容易，干点是别的也行啊。我跟他唠上了，要不他一嚷嚷后面喊，我说你心疼心疼你嗓子，别喊了，不怕你这玩意儿。我俩就坐那好了唠嗑，后来他老板是也他妈有个传呼，老板就已经明显听到他主管上说老板啥在那里呲儿他，还给你唠上了，赶紧玩儿来。我就给交上心了，我就在鬼屋里面，我确实不怕那玩意儿。这胆儿的行吗？这胆儿，我就只是我胆儿大，我不在乎你胆儿大不大。就是喜欢玩去，喜欢追求刺激。你看，骑这个机车这个感觉也是追求速度与激情，是吧？好，来看一下第二个短片，谁来给我说的？我找对象，我爸爸给我提了一个很好的建议。我希望我的女儿不用找到太有钱的，因为到了他家会受气的。只要小伙能干孝顺就可以。这老丈人好吧？我家不看条件，主要看人儿。在家里，我也是一个孝顺听话的宝宝。婷婷呢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每星期呢都会去她奶奶家帮她奶奶收拾收拾卫生，带奶奶出去散散步，每一个星期呢都陪奶奶住一宿，帮奶奶洗洗脚擦擦身子。婷婷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孩子，有谁喜欢婷婷呢可以牵走我的侄女，她是最棒的。目前我的工作现在只是在实习阶段，如果以后我正式上岗了，我会考虑我的男朋友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蟋蟀感觉怎么样？我胆儿也大，但是我仅限于地上运动。嗯，就是我也喜欢刺激的，比如车呀，或者说，就公园里面一切地面上的，或者说在海里的、在水里的，我什么都无所谓，上不了天，我就是上不了天，我就感觉特别恐怖。但是我也很憧憬能有一次重生的机会，就是能两个人一起跳下那种感觉，啊，蹦极呗。对对对，啊，我很憧憬，但是我好像这辈子不可能，这辈子想都不敢想。所以说嘛，我不会强求对面对方陪我一起玩。哦，好啊。十一号唐老板，你好，美女。你好。你这个孝顺这个劲儿挺好啊，咱俩一样啊。我也就是啥呢，就是像三八妇女节呀，啊，就逢年过节呀，啊，我也是给我妈这顿转账，然后这买东西，喜欢啥给买啥。我就现在给我妈买的包都一堆的。能做到这点就挺好的，有不少小伙都把自己现在这么大二十来岁小伙都不少把自己钱都挥霍出去了。那我没有，那我攒起来了，然后我也不上夜店，也不上啥的，就知道挣钱。这点挺好，这点挺好啊。对，我就感觉孝顺的人特别好。真的，有时间你也可以去找我玩，我带你做一件更刺激的事儿，就是啥呢？哎，对，我刚才要跟你说，你当时不是刚开始上来你就给我把灯灭了吗？我要跟你说一句话。别爱我没结果，我画手也摇不过你。你不是你摇不摇过我？我灭灯是有原因的。嗯啊，你就听我那短片耿你那一声呗。好耿你也行，这好像那小猪告诉的耿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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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主持我受不了。接下来掌声有请二号旗帅，有请。全程热烈，加油！我看今天好像徐帅没有怎么举手，跟这个后庭有太多的交流，为什么呢？缘分天使在我手呢，他们愿咋交流咋交流啊。最后我想要那就是我呢。好，啊，心里太有数了啊。那侯大胆关注徐帅关注多久了？我从他正选的时候我就看过，一直看到现在。啊，什么印象？他不是说他是松原的吗？嗯，不可能为了哪个女孩嗯，就是去别的地方。我感觉可能就是说因为父母的事儿嘛。他对亲情这方面跟我想法是一样的。我也就是当时我其实现在也没毕业，但是实习期不用去学校了。当时我可能还正好赶上考试的时候，我奶就去世了。然后在那之前，我就天天都照顾我奶，然后没办法，实在是上学没办法，然后就迫不得已的回学校两天，因为要考试了，就寻思回学校复习两天。嗯，然后就没想到那么快，你知道吧？然后就到那天的时候，我就突然就受不了。就你经历了奶奶去世的这件事情，你能明白她对不能离开宋元要照顾爸爸妈妈的那种心情。对，哦，那他说了，他要找的女朋友必须得在宋元。而且呢他必须得照顾爸爸妈妈。我会去啊，我还没毕业呢，等我毕业了实习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去那边，一定会。以后我会跟你一起照顾你爸妈，我怎么对待我爸妈就怎么对待你爸妈。我可能说平常的时候还会给我爸妈洗脚这那的，我都会做，怎么对待我爸妈就怎么对待你爸妈。这
是孝顺。